里种种。然后我昨天自己刷到天灵了，我刷了19场，怎么样？耶、yeah, ，超越！恭喜！哇！啊！感受到、啊、你到999等了。宰！哎、欸、屁呀、啊！怎么会是到我这边呢、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怎么突然受伤了？我才要问你们两个怎么刚刚挂、啊。我在找我的猫在哪里，因为我刚刚听到类似呕吐声的声音，所以我就回头了。大树的约德尔是什么任务啊？就是大小精。哦？等一下，我们大小精正玉狼了。玉狼啊。看一下，我好奇看一下那是什么，也可以撞了。嗯，活动任务。哦，我好像有解释过。我拿一下。啊，被他拔飞了。不用掉掉掉的感觉真好。怎么掉掉掉？散弹的啊，雷狼龙的是要掉掉掉掉掉啊。玉狼的一下就好，蹦一下就好。哦，他是狙击龙弹，所以才强。可怜，只有一个礼拜不是吗？就是强一个礼拜啊。嗯。然后名次龙就在，我知道啊，就很可怜呐、啊。很可怜、啊。PC 最悲惨魔物。你至少有一个礼拜能玩一下，至少有一个人在这一个礼拜刷了你19次，没错，就是我，我还拿到了他的称号，厉害吧？是哦，刷了20多只啊，已经拿到称号了，叫什么可怜呢、啊？靠腰，可怜呢、啊？下午好。啊！猪猪安安，嗨，新观众，还是你一直都在潜水？把它打开好了，通知。哦。通知设定，通知打开。嗯。云娜安安，我尊加你好友了。林佳琪安安，空宇安安，北面安安，小雨辰安安，李梦平安安，老巨安安，田家辰安安，我考完明镜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天！啊，挂掉了是不是？我也是啊。是我掉了。哈哈。耶，就是我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不知道为什么掉下去，我只是reload一下，往后滚三招，我就掉下去。黄冠宇安安，陈宇鲁安安，可以撞，我撞过一次，还可以再撞一次吧。我没有拍，所以应该可以拍一次。真的没盘啊、欸！哇，那估计是不能撞，这个整完应该就没。看看躺着挣。你怎么没有发动步区？灭镜，力战灭镜打出金狮子啦！我靠，吓到我啦！还有两个妖物在哪？哇，好多好多！哎，卖！哎、欸，我没有防震啊！哎呦呦，他追过去了！哎，不是，他来追我！他红眼啊！啊啊！我看到了，好亮的东西啊！不要！快点，我在干扰他了。不是有没有人带大便？我没带。我也没带。散弹装太满了，放不下大便。不是，哎、欸，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哎、欸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布区、欸，哎。
叫你一直以来都没有布区？你死了那么多次，结果都没有装布区。对，这几天在玩的时候都没布区过。所以哦，我布区都是假的，心酸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就是薛丁格的布区啊，在有跟没有之间啊。我的布区护食嘞。我真的会死。哦，等一下。没事，我跑。哎、欸，不要再过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是很，不好意思，这真的是有一点。练伤自己治啊，那个我不能帮你啊。好像自从换了队服之后就没有布区过了。我起了。你换队服没有把布区护食塞上去？哈哈哈！哎，那你都没有奇怪为什么你死亡没有跳出来布区的？当然没有啊，就是相信说啊，都布区了就相信他了。好，原来是相信他之术。加油，我在帮，我在。傻眼，我想说这次一个人死掉，发现什么好像怪怪的。哇，脱的真干净啊，全身都脱光光，连项链都没有。你先出去再进来。我出来了，他要出去，只是很傻眼。我想说，嗯，我应该没看错吧？我还揉了一下眼睛。眼科医生，干嘛？看错了。你有没有看到《逃学威龙》？就是那个生物老师。哦，好怀念哦，《逃学威龙》老师，你说这最重要是什么？记性啊。地性，一个又可以撞了，那是假枪吗？可以撞，那可以撞，这边是可以撞，这里可以撞。我在那边教训人家，这学生真的有问题，记都记不住，哎。我过来也快挂了，没差，多撞几次再死啊。结果玉狼的伤害就比较高，玉狼他就只是变成狙击龙蛋比较强而已，我没有那个的。伤害没有提高，嗯，直接猛的，所以其实不用做也没关系啦，结论就是这样，特效比较狠，你是啊，就是帅啊，只是纯粹让你的软化比较快，帅跟二啊，对，帅跟二，软化快没了，嗯，哇靠，伤害真的没有比较高，先解开再说，为什么啊？追不到，啊，我为什么？我射不出来，啊、北七哦，他怎么从我面前经过啦？吓死我了！大林麦玉，大林麦玉，我怎么没有？刚进来没有？我的天！哦，两个啊 ！IQ 丢两个，真是。哎、欸，我们在那边。哦，终于发动不屈了！攻黑雷啊！哎、欸，带远一点啦！是哦，节操在那边开了，我不知道我怎么。啊，他就在这边啊！他连走进去都还没走进去就被开红了，没办法。行动安安，疯了安安。啊，他走了。死了。啊，他死了。哦，好爽哦！死在门口。主机在哪里啊？调查报告。哇、哦，好爽哦！什么都没拿到。怎样？两个尸套是怎样？不太想要了。主机在哪里？来剥皮了。哒哒哒哒。哦，在这里哦。对，我这边。哎呦，调查报告，谢谢。哎呀，送你们阎王龙。谢谢。哇，悟空的那个什么？破龙二。那个石头。金狮子，我先跑了。而且直接开红。开红啦！要查包保险。在门口，他在门口，他很生气，是很生气。对，江江，你是有要升巨魔吗？还是你是纯粹进来打？我本来是想进来捡
主机。冰原的。嗯。啊，你可以开冰雅吗？我还没打过、欸。不用，那个不用开了，你可以直接去换。哦，是哦。嗯，我昨天去看的时候，你打过力战，他就会让你换一般的。哇。所以你可以直接狂打力战拿去换掉了。哦。1:1哦。哎、欸，1:1。好，那你其他的魔物换的话不是1:1。那你有要吗？你要升吗？还是要打哪里？嗯，要升五啊。你衣服是什么衣服？也是残爪吗？我有在想说，玉玉和那个捷运村的那个衣服。不是啊，你衣服是什么衣服啦？跟我讲一下。御衣哦，哦，他怎么那么生气啦？他黄。猫子一样安，飞翔安安。哎、欸，打孔哥，我需要孔哥。对，我被开红，继续下帐篷。哎，你的老孔。那你们先去打一下，我去挖一下。好拿撤甲，好，要拿撤甲。哦，所以左边跟 HTT 没有不屈哦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一进来就开始打，没有进来。哦。我觉得我刚才死过一次，刚才用触发一次。我想说拿棉斩斧多撞几次。只想撞个大灵脉是不是？对啊。然后节操要拿。那撤的话就不能拿棉的，可以棉啊，只是要快，怕他位置很差啊，然后一醒来来不及撞，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啊。好啊，那我棉，我拿棉的啊。我一开始不要打，我只要就打身体啊。没事啦，没事，我都要拿撤甲了，不打头的。反正一棉我马上去其他头嘛，这么简单。可以，简单。我在走的，前面就一只金狮子、啊。嗯，丢在那边、啊。走喽，走喽，走喽。红石打卡的。哎、欸，大便。买一送一。孔哥来了，我穿一个不动好了。你穿不动再装安全。不要骗我、啊！那个是一次性甲强、啊，没有哎、欸，他好像有掉吗？对，有掉吗？甲强的皮没掉。哎呦，那应该还可以哦。来来来，可以再可以一次。他跳他跳，等一下。哎、欸、靠！哦，哎、欸，没事没事。有事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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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，等一下，不是没吃饭，不是没事，他睡了，睡，不吃不吃吃风茄，我有吃我有吃哦，我吃饭，那我有点差，现在可以拍两次，哇，甲强爆哎，刚还有吗？有另外一边的甲强，噔。不会吧！我、哦、吓死我了。换一轮，那个画面突然卡，就是人家死掉的那种卡。然后不会吧，江江死了。我踩机踩到死。对吧？游戏上打、欸。看不到，看不到他头。哎，我在你身上，你们靠腰啊！什么东西？我那个弹的时候掉进他的浓潭底下，是我以为我要死。超痛的。开启混音装置。睡嘞，睡得会找差哦，妈的！哎、欸，上面还有一颗。我来了。哦 ，TT，TT 交给你了 ，TT。有。
哦，声音又好小声哦，在挑哪里？可以拿这种危险三星难度的在那边调音效。啊，他在地板刷，调一下也没什么问题啊。还黑的，太倒了。你根本没。应该不行，那应该不行。我想做一个龙骨的笛子，哎，做啊，也龙风力大，在哎中还大忘记，然后龙属性720，好高，是吧？可以，就没机会撞，我一直打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有怪你啊，没有怪你啊，你做得很好，你做得很好，没了，哎，还有，没了，我撞，我喷过了，我喷过了。那你再喷，你喷，不是你喷，你撞，我没救他啊！有果实，有果实。哎，啊，哎，没有金宝矿，啊，位准他，我刚才说我下来了。这个嘛，还累了。这个尴尬啦。哇，好了，他直接吼没了，他直接吐槽的。我摸个刀，他听到了。我打马好了。最后就补完幻剧了，你就最后就补完。贝蒂安安，呜呜，哎，有出击。打了，大概还有两颗。捞出一个吗？要不然他脚下，哎呦，看到了。他嘴困啊，这个位置应该还行。捡个水球罐，等我看一下。好，啊，再见，应该可以，可以了，肯定可以了。打他一下，哎，那有，我的车甲还在上面，这车甲放在上面，这晕很久哎。
跟上次那一次说晕个八九秒吧。哦，还好，我还吹笛子，跑过来看我。哦，水。哎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在河西旁边。哎呦，众游客来了，众游直接叫他素材名字，就完全没有，好可怜。对啊，爆完！哎，拍啊！哎，起来啊！不是你要拍啊？我想说，我抓上去他就会起来啦。哦，起来！看来你没有在人家睡觉的时候打巴掌过。我就没有偷袭人过。特甲晕的，不过感觉像自由大脑，爽。我记得那个好像也会有机遇，失衡子啦，这个好像不会机遇，因为它是斩。好吃，好吃。
哎靠！快挂了。嗯，有尾巴。我尾巴。谢谢你。看怎么有生肉啦，滚！我去抓他。好。哇，来，我们先翻滚一下。啊，这操作我跳过了。以补充食材。它的尾巴。那看起来很难吃啊。我去调查报告。我要宣说一下，你最近是不是很容易累啊？谁？节操啊！攻击猪，有吗？攻击猪一，小金，好的，接下来慢走。啊，我们慢走。嗯，节操不是要休息了？没有啊，我说接下来要干嘛？哦，我要继续去挖矿，刚才矿超少，挖不到。那你可以帮我叫一个明波吗？好啊。有出跑来珊瑚挖恐怖的东西，好爽。没了，这么少。雾雾的。妈的，影响我挖矿的视线了。哼，这有差吗？有一点点。那个 feel 就已经不对了。原来如此。穿采集装就挖会比较快啊，应该你没有做一套采集的。我有啊。你要穿那个有活化能力的装去采。它活化比较快。对啊，不然你这样采很慢，而且升很慢。哦，活化我没有。对啊，至少要有活化能力，不然它升的速度太慢了，然后你这样效率又很。活化会影响那个。会啊。会啊，会影响矿点出现的速度啊。哦，我以为只有植物有，全部的东西都有。嗯哼，所以还蛮重要的。直接撞他下来吧。把他直接跳下来。哎呀，可恶！我来了。终于第一次看到广告了，我要讲恭喜你嘛！我的天，我现在才看到。大矿门啊，终于！大概就撞了一次，有火来。好了，我使命达成了，我要去挖矿。好撤。嗯，我想根本都
穿不到衣装，我要不要把衣装换成烟筒？是啊，算了，我去捡个石头。好了。可以。框在哪？左边。在。好，上面。上面一点。哎，还有这次。对，再一次，我下来。我还要再捡一下。还在吸水，不能那个。吸水的时候不能装。我看哪有石头，哦，我看到了。哦啊！我先捡个。靠！可以吗？不行。那位置太差了，可以，哦，睡，刚好抓到那个边的，哦，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，来用用看。你看来有人要被冰彩龙虐了哦，是吗？没啊，我已经离开了别人。哦，他刚才是被喷，喷。我想捡东西被翅膀打到。哦。哎、欸。我擦。哦，你说那个小组的头。了，对啊，从来没有用过，试试看。我曾经用过，就只是在还在世界的时候，那个四套龙。要死我！看。去找了，我这边。申请一下，我拔了。好，你拔。起飞。哇！主机楼上吧，二楼。找到，在刚才烟管的箱。哦。烟管。他的那个、啊、解除烟管。开楼。听起来跟雾霾一样。哎、欸，这个假墙是修好了、哦。是修好了哈、哦。反我怎么撞，应该是怎么失败的人呢、啊？怎么会？对啊，我之前也是怎么撞怎么失败啊，那个墙。看来他良心发现了。嗯。阿强加强，不止骗手剑伤害加强，阿强也加强。哎、欸欸，有人掉到水里了。超解的啊！
我看到他烟滚，他的那个烟筒掉下来，两个差很多哎。夜店模式，点点，我差点了，啊，小姐。哎、欸，他没电到，太高了。哦，有了有了，这是有。哎呀，没在看。可以撞了，可以撞。哎、欸。开心安安，我操！哦，我没有没有，好了，抓小插去就跑。对，谢谢你，九二七，他睡了。哎、欸，连续两个大蓝大礼卖鱼，大蓝卖鱼。啊？哎、欸、哎，他只能拍一下。啊想睡觉了，很气耶！我怎么没有大灵马鱼？阿宅，说不定你没有大的。你是不是把所有模组都改成大灵马鱼的样子跟 ID？ 哎，还放心吗？捡到的换货皮也变成大灵马鱼的图案，这么欺骗的吗？就发现整个箱子里面都是大灵马鱼。到底是大灵马鱼还是新酸马鱼？轻松卖鱼比较多吧，沾满鱼，沾满鱼，哦有有有，为什么抓尾巴飞到死？不是常有事情。哦卡，哦卡。有点滑了，你那个啊，电！哦，他这边的，看，扫完这个，然后就大家那边电到。解析完成。这尾巴很难断呢。断了，断了，断了。抱怨一下就给你了，很好。你的灵脉越难出呢。这个就跟打肉排不到，总要抱怨一下一样。还可以撞。怎么排那么久？排出来。然后队友直接跳给。再下，水辣，
露头。完全玩家的意思。K A I N N Y A N Y U A 的头，好。央央什么？啊，你大礼麦就是不出啊！我刚也以为他在学谁？八级的蛙学什么？捡他最后一个，终于掉大礼麦月都没有。刚才有个不是有个很像喇叭声的声音吗？哦，那个八央，你在学那个央？在叫人。没有小动物啊？有小动物干嘛？你想想干嘛？都死差不多。塞进瓶，塞进我的瓶子。R20，类似。我看到一只了。呼！装进你的宝贝球里面。类似是怎样？又直接撞了吗？撞啊！好伤哦！上吧，上吧，快到了，应该也快死了。还好。血迹，要死啊！他被我毒死了。他在临死前被我的超级撞下头。有了一颗。哎呀！挖出一只鳍。我挖出水妖鸟是怎样？看看我挖出什么？是不是啊？说不定他有。哎呀，我也是水妖鸟。看来这只是水妖鸟进化的，可以的。上面有一个足迹，啊，来不及了，杀了，算了。古种红啊，古种红，医生的脸都绿了。怎么还有一个古龙大宝鱼啊？为什么艾博这么远？哇，在一般的古种连续挖到两个引导的，好爽、喔！大灵脉鱼是不是？去挖到两个大灵脉鱼，古种的灵脉鱼。哎、欸，免费的阎王，真的假的？嗯，我来了。他也只会在大一种。大一种。去女找小动物，来吃个饭好了，还没吃。哇，你用玉狼的屁股哦？啊？还是这什么屁股？哦，这麒麟的。白痴哦，我以为是玉狼。它有一个很像马尾的，我觉得很漂亮。嗯。它的头是马尾，屁股也是马尾，赞。猫的生物学，哇，我还不吃。哎、欸，生物博士加生物学。蓝色的那个争夺地盘。
哈哈，生物博士，生物学弱小招来，我好猛啊！要有招来是魔物吧？小的毛级，弱小呢？弱小招来啊？那是什么？猫的小型吸引才是小的。啊靠！一屋啊！弱小招来是那个弱化魔物，可是对古龙无效。哎、欸，在哪里啊？你说的那个痕迹？那个平台，桥上面。那个炎飞会睡的这个位置哦，大家会睡的地方，大家会睡的地方，听起来就很公共，公用针头，也许，哎哎哎，你好你好，哦，古龙种哎、欸，赞赞。跳过来，发现我没有矿，去找他啦！我的泰然结晶又在缺。你说冰雪？泰然是这边的。泰然是这边的。是这里吗？他到另外一区，撞他。那也要。这区的墙真的很少哎、欸，都是太大了，大一堆。我撞好了。爆。刚好可以，这边有一个。哇哦！他刚撒完毛就被撞了。怎么是你？靠墙好了。靠墙，靠墙，这边太大了。这边吧，很容易让他睡在外面。没有石头要交给你。无家可归，睡在外面。哇哦哇！啊！对不起，我压下去，瞬间他转弯。跑了！哦，哎，跑回来！哎呀，还可以，队友来了，上！起飞！好，这早就跑了。嗯？我没有打过力战阎王。好像是哦。我刚出现了一个惊叹号，哎、欸，差点！你没打过力战阎王吗？我就打过力战阎飞。是阿扁爸爸大侠吗？我打老婆。呵，还会打保龄球。哎呀！清晨，啊，捡东西了。好，阿顿，要我。哎、欸，太多人在上面了，他受不了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在超接。插去啊！行了，等一下几个人啊？我没按了，我没按了，我没按了。
I'm so sorry. 哎呀！左右两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。他去哪里啊？我一看到有人上去就赶紧跳起来，想不到惨剧还是发生。哇靠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哦，巨大古董在这儿啊！巨大古董，我要，我过去了。那这样去干嘛？我在找矿。你可以不去了，真棒！是，很已经很久没看到有人被这招打死了。哇，人在闪啊！你在激他哎、欸！呵，二度重伤哎、欸！那我下次就是拿锤子，他开大的时候，你们在挡盾的时候，把你们吊起来。靠呀！我死了！啊，你怎么也死了？你又可以去不去了？耶嘿嘿，那我可以现在再换个装再死一次吗？可啊。哎、欸，黄了。哎、嗯。起飞。哎呀，我被炸下来，炸虾，炸虾，好远！哎、欸，我是跳这边，在中间呢，又来了，别再跑了，你先，哎，不，好险没拍，好险没拍，还是要跑去哪里呀、啊？一直跑，哇，来不及了，有机会把后面那个抢，哇，不行了，我想要再拍一下撞后面那个墙，布局结束。你刚刚发动步驱秒结束？没有，我说刚死过发动步驱啊，然后，然后刚刚显示步驱结束。啊？哎、呀他步驱就是这一场你进50分钟之后就会全部结束了啊，不会。哦。他不是从你步驱开始算吗？嗯。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可是我知道五十分钟还要。啊，节操一开始进来。马上就死了一次，不是吗？没错，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算了。哦，只是刚刚是第二次而已啊。对，哈哈哈哈。啊啊！如果是先打五十分钟再不屈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算，但我就不知道了。又来了，又他在我超前的时候被我喷。现在才闪，这什么意思啊？
我等他闪什么的，我要等他霸王再闪。烟火之后的余光有没有？莫名其妙。你要精彩锅还是那一点点小烟火，让他衬托刚刚第一个的美。OK， 好哦。要让人家喷嚏打完嘛？奇怪，哪像昨天那个谁，连吼都吼不出来的玉狼龙，可怜。可以撞啊！可以撞，可以撞！哎、欸，这个位置很好怪。现在撞很远。来一个回击你的超级，对的，可以，那面墙应该可以，应该。我先，我不相信我的技术。我觉得还是拍左边比较好。技术最好的回击上。靠呀！拍两下吧。不行了，早被他睡饱了，还是硬要走，如此的任性。跑去哪？哦，那里。我倒头不跟我讲位置。我的导头也没在说话啊，看小地图吧。它不是显示上面吗？上面吗？我以为是上面啊，好像晒太阳的那个地方吧，冰原晒太阳的地方。就是这个慢。刚我觉得我走错了。我的队友呢？我的队友怎么不见了？队友正在蹲。队友来了。你队友跑去挖矿了。我还没路了。哇，看起来很骚。队长，你怎么现在在赢啊？队长，队长，你还好吗？队长。高腰。巧我我差点跟你一起走啊！不是走在我吹笛子的时候啦，可恶，这臭龙、啊！他就直接往下吐嘛，我们两个都在骑在身上，我办法。我一个在超级啊，一个在骑啊。我还赶快跳下来，可是跳下来还是在活着。哎、欸，我这套有投石珠哦。哎、欸，我又飞了啦。你的尾巴也很难断嘞，兄弟。哎、欸，可以撞，可以撞。有哎、欸，投射器 up， 难怪我的感觉珠子特别多，可以玩了。啊、你拍，我不拍。哦哦，疼到！有缘，再来一下。失恨，失恨。骷髅头。
再倒一次。再被闪下来一次。我是丢那个闪光石，直接拿灭龙石丢那个闪光石。哦，要闯起来了。他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应该动不了了。两趴哎。好吧，可惜，没办法，第三次就没了。一张超多东西的。哎、欸，你献祭三次应该有吧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然后最后的奖励只剩一个，就是大灵脉玉了，唯一一个。哦有哎、欸，好爽！我也献祭了一次啊。那我怎么没有？啊、我的献祭该不会都跑到你那边了？没有，我也只挖到一个啊。我一到现在都没有挖到啊。我说阎王龙。两趴应该是等下过去撞他一下，撞下去就死了吧。至少要去捡个撞墙的掉落物。我也是，还要挖个尸体。你有没有足迹啊，兄弟？我撞了，撞。对，撞了。你有足迹，你这笨龙。哇、哦，他撞的好安稳哦。有欸啊，没有，剪刀直接超掉的了。红龙，红牛龙，我也需要打红龙。红牛龙、啊，红牛龙有猛牛龙吗？没有啊，是只啦。哦，我看到了猛牛龙。哎、欸，他睡着了，好、哦，我以为他睡着，我打到睡着。我刚以为死掉，想到为什么不能挖？哎、欸，群猛牛龙来了，想要为他的哥哥或弟弟或姐姐或什么？你们刚死掉了，明明就是母的。死掉是男的啦，是公的吗？母的，母的吧，的母的比较大吧。不是我刚刚看到的符号，他明明有写公的那个啊。啊、靠，死的有两只啦，一只公的，一只母的啦。靠，他们刚叠在一起是不是。叠在一起啦，我想我看到符号就是母的。啊！帮忙一下，这只。还是开红。这只啊，这只还没死啊，我打比较慢啊。这只啊！这只啊！每个伤害没很高啦。不是，都太像尸体了，很难分了。打个红龙呗，我缺红龙，有素材。好，笑死。哦，公的可以挖两次。哦，是的。哦，那我再去挖第二次。去吃饭。哎，乌哥在哪里啊？靠，怎么都有吸引仇恨啊？那烂东西，我吃个暴击术。猫的吸引大灵脉玉。这还有什么？哦，麒麟呢、欸？要不要打麒麟？可以啊。红龙随便打就好了，大灵脉玉比较重要。麒麟会给大灵脉玉？会啊，会啊，他是三星的吧？不然你们怎么那是古龙、欸？不是你们那时候说不会，只会给灵脉玉？啊，谁说的？我记得是你们跟我讲的、欸，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。对啊，麒麟给的不是大灵脉，是吗？我印象里面是那时候打了半天，就都掉灵脉玉呢。那是回报奖励吧？调查的话，确实是灵脉玉啊。不然来啊？对啊，去献祭一下。献祭一下，
我觉得我蛮快就要献祭了，我大概是三级。我要退了，我要带闪弹。静安安。好，下去。正在讲。哎，红哥是在他后面。他睡着了。我、哦、看错了。何坤。哎，主将。后面。他的耳朵会动，哎，好可爱哦。这边不能撞吧，就直接跟一龙跟一龙挤啦。那出金狮子那个状况，他就会他的耳朵就会动。啊，我没有带那个，没关系。好了吗？你直接炸，你直接炸。好，你炸。哇，他直接跑跑过去了。啊？哎、欸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然后软个头。OK。我的还是。对。起来了。我还没死、啊，不是，我觉得好笑是，我要努力把我自己拍到那个闪电以外的距离。看不懂，我觉得反正叫声小。硬了吗？对，后面还是硬的。好、哦，在干嘛？好、哦，生气！哈哈哈，飞过去。黄哥买了，我拉走了。断呢、欸，还被骂，好可怜哦。要走不走，红哥。有、啊，可是他的头在他身上。这个头，又睡了，打了又醒了，对，马上醒。啊，我没死到、欸。等一下。哦，我今天很努力在赏你的那个炮击啊。我没有石头，所以我有。
我只好去撞红哥。谁谁谁？啊，是捡东西。强制龙二。我一刚刚穿，你跑个屁！就在等你穿衣装啊！穿逃跑衣装，可以。叫什么叫啊？你干嘛、啊？嗨哟、哦！停！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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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。头没软啊！哦，我都软到身体了，哼，抱歉。然后打起来怎么？怎么打起来？啊呜！伤害啊！有了有了，这次软头了。走，看。我来，我来，撞！哎、啊、哎、欸，直接撞就好了，说。对对对对，啊，来不及，生气了。我怎么在上面？我怎么知道、啊？我是谁？为什么下来的？没有，你刚刚就是粘在上面啊。我说奇怪，我跑去哪里？对。我怎么在上面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好笑，还是没捡到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大龄麦玉哎。对啊，他是古龙啊，他也是三星难度哎，不可能不给大龄麦玉。可能啊。调查是吧？那个会说给灵麦玉，应该是我讲的。我讲的是那个回复调查，他给的是灵麦玉。豪哥又来了。没有，他走了。可怜呐、啊！我差点直接飞翔爪、啊，爪一下、啊。干嘛不飞一下？这场没有大龄麦玉啊，亏。免费的就不用挑了嘛。阿、啊、水，你有吃灵麦玉招来吗？没有。灵麦玉吸引好手。也没有。打
打一下免费的轰哥啦，他都还没跑。难得。天吧。我去叫一个人起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冰原的古种出现。我们去挖冰原。你们先打，我去挖个冰原的矿哦，矿还是古种。好。充电。你们刚刚挖的那个矿在哪里啊？江江，在上面那一层。好，右边上面的中间柱子。OK OK。啊，碰到你去也不用了，连打都不用。即将而已。即将的话是离去速度是蛮快的。他如果是打的途中显示的话，那还好。我操，到时候再交一只就好了，反正红多超多。那时候私单只多了跟什么鬼一样，对，疯狂出现哎、欸。在还没改的时候，对，还没改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撕一堆红龙单起来了。我看我红龙都已经35头，你应该更多了。我更多。那如果待会没有古龙的话，我要出去一趟。什么东西？哦，你讲这种话，等一下拼命出跟你讲。没有没有，蒙牛跟火龙出来了。不会啊，马上被赶走。等一下红哥跑了，都不知道都跑出去。现在打什么？先出去重步区啊，江江要做东西。哦。做装备。那、啊、所以轰龙不用打了。因为他要跑了。哦。他要跑了。哎、欸，有毛吉。哎、欸，对，毛吉，看我吃的那些。来个毛吉啊！白痴哦、喔，白痴毛吉。哎、欸，没有，队长一离开毛吉就不见了。我没被你看到，我看到毛吉全部直接遁地。是刚好白天的吧？没有，是队长离开，他离开的瞬间，毛吉就遁地了。你在哪看毛吉的？我在冰原这边啊，我正要抓的时候，毛吉就遁了。白痴毛吉跑了，一进去的右边。哎，进去的左边那个，我抓不到，你们也别想抓。天哪、啊！好、哦，我先去厕所。嗯，好，抓毛吉啊、哦！去厕所抓毛吉。有啊，你不是那张照片的毛吉？有啊，我看到毛吉啊。你是说？哦，怎么又是？都是冰豺狼的啦，节操要来解决掉冰豺狼吗？好，我来了。我好像看我竟然还带猫玩了，所以还在啊？还在，还在，还在。可是我不确定有没有那个稀有的啦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哦、好像都只是普通的哎、欸，那、啊、还好，我来帮你杀了。没有、啊，没关系啊，普通就算了、啊。对，都普通的，走吧，那就算了，出去吧。
拿到灭金龙的力战嘞、欸，恭喜哦！有奖励的、欸，好爽哦、喔，好爽哦、喔！可以几毛几人？四人一毛。打什么？哦，你说你一次力竭倒下四人。我也有了哎、欸，干怎么烂啊？两人两次力竭。HDT 啊？我今天第一次看到有颗博士无双。你讲什么？啊？我说第一次你看到博士无双、哦，你没有看过人家和国师就对了。对啊，第一次。啊，第那个、啊、我看过是在看看几那五个影片。什么国师？我自己糊了两次过啊，所以还好。哦，国士无双哦，对啊，而且那个张牌是我下一巡要打的牌，有点怕。是三幺啊，十三幺就是你起手大概有七到九张的幺九就可以直接拼国士啊，我都这样。我今天有拼过一次啊，差一点、啊，都被打绝张，绝张就没救啊。对啊，我看到那张牌打下去，知道绝张了，完蛋了。我那时候起手大概八张吧，我想说，因为国师被绝张还能做那个全部都是幺九的顺子就好了，喝个小欢，起码还行。没有，可是可惜不行了，他被打，哈、啊，绝张是幺九牌，我在等那一盘。对啊，你可以去打其他的幺九做顺子就好了，这样又一板了。哦那时候那时候已经快要打完了。哦，那个就没办法，那个就没办法，运气不好。我想说，好像我那时候打一桶，然后去郊游。小，总杀小啦。我那时候有一桶，然后五万。就那小啦。一条和九条，然后东西。什么都白板和红中，跟变装备，哎呀，我看到一个讨厌的东西，沙拉嘿哟，沙拉嘿哟，沙沙给哟。我去找一下版权攻击那首歌。妈哎、欸，播七分几秒钟而已，马上版权攻击，吓死我了！效率好，天哪、啊！超效率，我超小声，有没有？他也怕啊！按到，完了，版权攻击了。完了，你这一个实况要爆了。完了，再见。听到三秒钟而已，这应该版权攻击也会有。我们怀念他。阿布鲁西卡拉，沙那哈哟。接去。自己唱的不算吧？自己唱的没版权。自己唱没不算啊。错啊，还好吧。我刚刚就是记不起来。这张图，哪张图？魔物猎人资讯。阿布鲁西卡拉，啊，这什么鬼东西？好可爱哦！对啊。哎，好高追哦！对啊。还是不好意思，我要跟你的爸要大脚，不跟宝玉。看留言啊！啊，看留言。超凡雕子壳，也是。
下来干嘛的？他要继续巨魔还是在刷珠子啊？我比较想要。巨魔也行。不行啊，换。我发现现在我还是很缺珠子，基础还好。我素材珠子都缺。你要拿去那个？我还没拿到降二过哎、欸。我有一颗、啊。你有一个啊。来喝一下好了，来试试看运气。你说去融哦？全部都要融宝的矿。融一下就好了，看一下运气。哦，那一个引导的骨头，好烦啊！不然在刷珠子啊，开那个灭尽龙的任务啊。好啊，有爱结吧？有爱结吧？结棒啊！哦，结吧，结吧，有爱。来吃生命保险喽！我来接，我来接。猫的生命保险，防御速大。哎呀，好，就是你了。跳结吧，最后一次。哎，地藏哦。哎，我那天地藏是拿地字打还是拿锤子打？忘了。他要我干一只牙龙种加不破一只爆破的，那我们来打一只玉狼好了，先打一只玉狼。干，我吃啊，随便都可以。啊，没关系。不要我也是第一次接到瘴气的面镜啊！阿布鲁西卡拉，来了来了，嗨！参加任务，等我一下，好。你提太刀哦！我提太刀的是，可以，我来控场，压一张票，结束这回合，结束这一场，结束这一场，白了白了白了，未来电视台不是进广告的样子。我跟他不熟。嗯。对哦，这个也开始了。什么东西？人中之龙的。人哦。超团，他说人中之龙初期啊，那不是已经有了吗？啊，然后中出人气啊！我觉得某些设施上应该是有这个功能。哇，一张脚趾腿也不够啊！你是说？脚趾壳是谁啊？好耳熟。浮空啊，哎，不是哦，不是。对啊，浮空啊。哦，第一张脚趾壳对了。哦，你能看哦，恭喜呀、啊！我记到那个普通的超弹力，太少打浮空了。对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探险队回来了。
又给我满了。我看一下20号嘛。哎、欸，七七五，好，都是礼拜五更新啊。然后夜猫一直以为我们不知道活动更新资讯，一直在 po 就觉得好像骂骂他、哦。还好啦，你都不知道，人家也是好心提醒啊。他都好心不进来啊，好心不看台啊。他现在都在好心在放闪放闪，你知道吗？故意截图，还要截他跟他女朋友对话记录在后面荧幕后面，然后就那个拍一个东西在他的手上那样子，有北兰的。还好我都没有在看。我呛他啦！我说，我在下次他再这样子，我就说，兔窝现在来开始投票，要不要踢人哦？要驱逐了哦，要驱逐一些叛徒，这样子。Get out！ 说到叛徒，然后他女朋友跟着踢出去有没有？连带责任，然后再把他女朋友拉回来，留他一个人放逐在野外。就来看他女朋友手机。聊天室的觉得如何？那种蓄意放闪的，要不要把他们踢出去？我觉得你们眼睛应该也是不舒服啦。我这个眼科医生是建议不要长期看闪光啊。说我真的是没有在看闪。眼睛不要去注视的电灯啊、太阳之类的啦。哇，这个好帅啊！不错，而且还是为什么是？金丝丝的帽的，不表态。哎呦，金丝子帽的不是有了吗？不是，我是看他用那个、啊、其他那衣装的帽的，还是衣装帽的改成那个翅膀，然后用金丝子的那个外观造型。有翅膀哦，穿上衣装就是有翅膀那个效果，应该也会想要吧。然后等衣装效果结束，翅膀变成被拔鸡翅的感觉。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还有做出特效，他那个拍翅膀的那个特效。反正你闪光严重了，不行再加深。闪光太深，到时候去雷射不好雷射。是哦，我好像闪光有点严重哎，完了，那我这个这辈子要戴眼镜了，要么就把眼镜拔掉。那个叫直接切眉。你还在当时矿主的期间，你绝对不能去雷射啊，没办法。我就在想啊，等钱赚够之后再去一次雷射啊。哎呦，现在在干嘛？我在配采集中。喏、哦，就工会的那一套全穿就好啦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还没做哎。我已经做完了，工会的很好用。我在穿之前那一套，我用这个配装。OK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样有塞五十缺三，好的三，七二三，开心。地缺，地之缺。三，昆虫标本达人三，维和三。我的老爷爷在挥手。
呀！呀！这高脚！我的妈！啊，没了！哇！对，蒸汽奇啊，我们都讲挥手就是个意思啊。别忘了，他可是挥了二十分钟都不会腻的人。给他挥手，给他挥手去尿尿洗澡。最重要的是他那个穿走啊，一直断了。你在讲什么？你的麦一直断。没有，我是说那个忘记要怎么讲那个床的那个转舵的那个。床转舵哦，他那个舵啦，舵一直舵一直断呐、啊，他一直把它转断。那什么？那叫什么东西？活不是活塞那种涡轮，也不是涡轮那种气阀吗？还是什么的？看到他了、欸，穿什么的？就他船头的那个转的那个啊。哎嘿，不就是船舵吗？对啊。可是他那个不是压力那个转那个气阀的吗？对啊，那是气阀的，不过他长得像舵。那我先打身体，等下再转第二次。不用啊，这个不是大鲤鱼啊，这没有鲤鱼没发。纯白的雨衣，哎、欸，请让它停歇在这里。温柔沉睡，怎么又我了啦？如此的美。哎呦，主机卡机嘞！我连主机都没。来哦！穿着隐身衣，吹笛。它会解除吗？不会啊！哎、欸，看解除，真的哎、欸。对，因为我记得那个算是攻击。哇，糗了！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聪明。那判定。怎么没攻击到？做出攻击动作。哇！怎么了？怎么都在挖？发生事情？没事。这个算吗？这个有吗？挖！哇哇，这个真怎么飞那么远？我们怎么有一根巨根？挡他的尖刺用的。没有，他刚刚直接冲过来了。软点点，哦，软过了。还有哪里？都有哎、欸，软的很好，翅膀也软，可是其实全身软很危险哎、欸，它全身都会是刺哎、欸。是啊。这次是尖刺灭镜吗？是啊。我怎么觉得它的刺颜色看起来不是很漂亮呢、欸？地藏吧。哦，对啦，然后它刺不是带点紫色紫色的那种好看的样子？哦有啊，白刺长出来有。你曾经痛苦，还曾经伤了心。他怎么不动？他累，不要紧张，你没有断，还可以再断。我没紧张啊，我以为我的霸王色。哎，他直接往我这边走。我的霸气震慑到他，吓到我。你的霸气有八，还可以啊，现在。
杀杀给哟！杀杀给哟！哇！麻？他睡的瞬间被麻了。没关系、哦，就算了吧。这个糟糕的配合日记。原来我们这么不配。可以，不撞了。运气不好啦，这个。红了。马上好。哎呀！麦香，原来我们这么近。为什么会有人说笛子可以一键吹笛啊？那是鬼东西啊！安全精灵，我想说，靠腰，我想说，一键吹笛啊，不就是直接一个键按下去，它吹三个音符吗？都不是，是它可以马上帮你把乐器都用好啊！哦，有这么可能？他说 PS4 可以，我哈？那个是就 PS 按键吧？不可能啊 ，PS4 可以 ，PC 也可以。对啊，因为那个是武器设定的，那个没有强化还是什么的、啊。黑妹。躲起来吹！然后那天又看到退学一个人开台，通通都是七哦。然后就看到聊天室跟他在吵架，然后他自己弄的。他说他很拼命在弄，拼命在刷，还是有人不相信。那我不信，我也不信啊。然后聊天室就有人跟他吵啊，说怎么可能？然后说你时速多少啊？你还叫做你猎过多少龙？你可以PO出来看一下嘛。对啊，一PO有杀几只，大概就知道有没有可能。然后就无视那个人聊天，他会挑那个人聊天的内容回答他。然后聊到后面就说什么我这样玩又没有影响到其他人，就整个变不赢人家啊之类的啊。懂 mod 的都只会讲这一句啊，我又没有影响到其他人，我没有影响到你们啊，我真的没有影响到啊，我只是看得到笛子强化的时间剩多少啊，我这样才可以准备吹下一波。那就直接，他这样就是间接承认他是用 mod 的啦，对啊，就不用吹草啦。我看得很开心啊，我看他能怎么变，我下次学起来。但他变输了，我没有学到什么东西。想要变赢了，我下次就学起来了。对，我看他怎么变，真不行，他变不赢。他被撞到。哎，我听到哀嚎。喂。飞扇核桃，超强核桃、欸，核桃真的很强哎、欸！他直接翻脸走过来了啦，没事啦。我被扛过，躺好。我扑！救急飞扇核桃，没用，核桃，哎干我啥？没事。BGM 在混乱，他到底要不要结束？没有，就是乐器弹到一半，再看一下谱有没有。不停。哎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有，他死了。哦，就才再爬起来，还好下就倒了。靠，他有断我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哦，还好。我已经疯狂砍尾巴了。小齐安安，我炸不赢两个炮啊！
大干小，大龄卖玉，大爆，大其实还 OK，大，我感觉可以拿，拿锤子打哎、欸。就是、没有，就只是帮你们吃猎伤的那个。哎、欸，武器在哪里啊？就是变成没有巫师猎伤而已。对啊，虽然还会晕啊。还行、哦。哇，你说你砍不赢那两个炮术的，可是你伤害第一耶，太猛了。啊、我不会每一刀都砍到尾巴上面啊，不可能。哦，敢骗伤害。看一次洞，我不可能每刀都准确的在上面，好不好？嗯，砍翅膀。好、哦，五个刻印，有机会吗？好，五个刻印算烂吧。对啊，要另外一个吧，黄色的那个才好吧。供应的还是什么？对啊。票本十三，好贵。挑战回避。哎、欸，拿到古迪二了！啊，你现在才拿到？对啊。哇、wow、他没有玩迪，我去看一下我的。他准备了不是吗？哦，有吗？有啊，我做好妆了。对啊。哦、oh? ，我记得他有讲啊。哦。吼。哦。哇哦！又送我监视面镜龙。监视。红莲暴鳞监视面镜，红莲暴鳞监视面镜，都是四个奖励的。哎、欸，这样很好哎、欸。啊，有四人的面镜了。但是他只有两个任务，他刚刚讲的全部都是在一起的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分开的，总共四个。我知道了，我是在开玩笑的。你我认真的。啊，你现在打什么？你缺什么？你说你要打什么？打一只玉狼。好啊。啊，你还有吗？有啊，我有啊，只讲五个，还可以压个票拼天理，你看，可以，很棒。麻烦把他抓起来。我的都是捕获玉狼龙，好奇怪。因为刚出来的时候要捕获一下。喂。嗯。我的是三个奖励的灭镜。Death。Death。Death，Death，Death，哎呀，五个奖励的灭那个叫什么？力战玉狼，但是只有两个人。没关系，那是你跟阿汉的。干！参加。风吹的阿汉还蛮冲击。冲击。很冲击。要蹦出一个阿汉还蛮冲击。冲击。彗星一击。百爆！哎呦！猫的生命博士家，猫的后面交给你们了。猫的生命博士，对不起，花的生命宝哪来的？心理咨询师好吗？被魔物打到已经振作不起来了，需要生命博士来治疗一下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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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专线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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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越厉害！靠，怎么有猫的心理仇恨？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。我的生命博士就是帮你吃的。我的控场可以让我稳定的控场。哎、欸，我也吃到报酬金。哎呦，可以两次哦。不屈。谁啊？不去。嗯，玉狼会弹刀吗？不会啊，你是不是有蛮干数？没有，我是说他打
打他身上有任何地方会弹刀吗？不会啊，好像不会。那我摆上音乐，摆上片片音乐，来让大家听听这个版权歌。恭喜你！不是啦，是大家最爱听的这一是这一个。啊，我最爱听东京的。哈记住，哈记得打我，打我！我被强奸的。进来，进来，乖，对，进来，对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偷偷全部飞走了。我是，我不要。怎么有这个？哦，哈记的声音，哈记的。这真是哈记叫的。然后后面。在你妹啊！天哪！我抓他。为什么一直重复？因为这很好笑啊！然后那时候在解那个就是苦力怕跟那个什么要三只僵那个生物，那个同时用铁针打死的。但是之后的版本枯弓只要射到那个生物就会开始打起来了。你们都在那边了，所以很难引到那个，每次都是枯弓在害人家这个意思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你们不要打架，打我，打我。”然后这个就音效包就这么产生的。OK， 他很多音效包，我每次在后置的时候笑得很开心，超累的。开撞了吗？我那时候还吃早餐，吃早餐，我家人跑过来说：“你不要紧吗？啊，你怎么在笑，在憋血？然后你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啊，你没有紧吗？又要紧吗？要开心吗？哎哎，考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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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！哦哦，这个跌倒。哦。咦。哦。哦。抓。哦。哇哦！我仿佛听到那个江西拿的声音。我叫我叫我叫！我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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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刚才看到瞬间，你看到死神了对不对？人生跑马灯，他直接蹲在我旁边。我好像不能输出了欸。不是我会在空中被电啊！我的天，不是啊，我被他撞下来了，干嘛、啊？走开！哇哦！哇哦！这画面，哇哦！我真死了，不是，我真的没地方跑，好冲击哦，那个画面！哇哇！我冒冷汗了，我的天！我刚看到实况画面了。啊！我也下去了，1:55，对不起你的耳朵，抱歉。一模一样的，干嘞！死法也一样。他没有，我才刚跌下去就扑下来了。他会把人逼到角落，用这一招，小心！他这招是泰山压顶哎！完蛋，这是阴险的一招啊！看来他积怨已深了。这次好像有点大哎、欸。不行，我不想要再靠那边了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也要？对。你怎么又死了？我怎么又？你们两个死了，什么跟我屁事？哦，不是哦，刚没有你死哦，不好意思。我刚没死啊，你脑子、哦？你脑子？刚死。这只怎么那么强啊？完蛋了，这个可能是力战王等级。不是弱小招来有另外一个吗、啊、？BOSS 招来之类的。哦，没，这不是大。哎呀，他要在这里等他过来，我不想。哎、欸，可以撞了。我不敢，我不敢。我穿转身好了。你在讲，我不敢。我撞了。
你怎么又死啦？因为我刚刚想说你说什么死法一样，我想说哦，你死了。铁超跟你的死法一模一样，他也是掉到那个悬崖下面，然后被他泰山压死。繁星没死啊，不是吗？我要死，我刚第一个死的。哦，你死了。你刚你们两个是一起错乱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被吃了，什么毛病？没有，我在不吃。他要靠在那个墙上，我怕。他要把人行下去了，小心！米娜桑，米娜桑危险！那个断层已经死了两个人了。哎，勾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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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T T 勾他！哦，碎啦，将将勾到啦！撞他！我好怕。然后突然从下面跳上来，有啊，突然从下面跳上来，又是那一招。他居然是一层一层下去的，对啊，然后啊，还有肉多成这样，好在这里，他的肉下面有猛牛龙啊，完蛋了，哎呦！抱歉，我感到很抱歉，各位，我不该这么歇斯底里。猛牛龙，去打他，撞他！你恭喜啊！你恭龙喜啊，狼！他现在走了，我要骂他了。好啊，我来打。不是不是，落雷而已。哦，他也太过重了！啊，再会啦！嗯，再会啦，心爱的无缘的人。他完全就是真的。哇哦，哇哦！没跑啊！大绝！有没有那个？尖锐！断了。太短了吗？还是我们昨天打的都是假的玉狼龙啊？怎么这只玉狼龙就这么强啊？可能是场地换了吧。哦，这边吸到龙结晶的能量，可以。他的主场。哎、欸，跑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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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下面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哦，做残怎么了？普通的猫。嘿嘿嘿，猫，你说猫？你提到猫。啊！好不满足哦！天哪，怎么回事啊？勾一下。你是不是要得忧郁症？他已经有了。你需要猫的生物博士来开导你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博士？哦，白痴哦！我刚没吃蜜药哦。我的手被断了。来换别人，换别人。嗯，我带到什么虫？换另外一边跑不就爽了？阿翔，对一来。联盟没有也走了，我去补个子弹。攻速打击得呀。哎、欸，没有啊。对啊，没有啊。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没有，他在看虫，我在看猪鸡。哦，到底不是我的那个蓝色的导虫，他把我导到那个斜坡，想要是有猪鸡走过去看没有，然后他又把我导回来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攻击他，救他，救他，救他，上来了！他真的来，他真的来，然后跳上来的是不是？还可以撞了吧？哎、欸，不是照理说撞一撞会跑下去吗？啊！我们完蛋了！啾啾啾啾啾！有有有，可以可以可以。
这个。亚三安，你说什么？对，帮我拉尾巴。我吗？对。好啊。转身一清锐，哎，对，不是我，我也是我。好了，软了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大，哎、欸，我没有真的是。哎、欸，我是。我有。哎呀！他的耗动程度好可怕啊！啊，我要放下了。软了，感谢，躺好，我已经绑好了，绑好了，到底是躺还是绑？两倍吧，啊，骷髅头，尖锐丝，我没带现金，谢谢，我也没带，卖的才比八。哇！我有人被拍死了，吓死我！操你在干嘛？你这蛮乱的。我把陷阱收起来，我没有那个。刚刚打灭尽，所以我没带陷阱，我没有换那个。我也是。画面不知道在干嘛。哇，好多哦！哇，四颗封印的。2、4、6、8。魔石、攻击、耐冲、毁灭。哇，好不错哎，防御体力。体力提升。缩短回避。体力二。为什么我的画面是这样子啊？我大金呢？我们原本就有了，不是吗？我们已经有了，可是更新了。更大金。更大。打又更大，还在打，大，防音回避，就那一刻防音就动不出，頑張れよ。我防音的四人珠一直都没有。讨厌，好像是。哇，你也看懂怎么玩了，这样很好啊！你看刚刚 P 下来，要么是有人死了回去了，要么就是抓完的。啊，要么就是断线。活活被 P 死啊！那段太冲击了，死亡的悬崖。打我！打我！那怎么单曲循环呢、啊？哎呀！播放清单偏好设定，不是？
你用什么播、啊？什么 POTPLAYER Pod Player？、啊、嗯，我就只能把播放清单清空，这样子。嗯。移除，移除一些项目。开启手游了。好了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。好了，大家让大家听。哎、欸，啊，怎么没有循环播放？越简单越快。不是。有啊，还有一个循环播放影片，循环播放音讯在哪里啊？在设定的播放哪边有设定？你按右键偏好设定，或是直接 F5。哦 ，F5。嘿。然后播放。哦，偏好设定。哎。然后播放。播放有一个播放设定，那个灰灰框的下面有一个循环播放影片。循环播放音讯啊，灰灰框，等一下哦，我这种进阶播放视觉效果，时间跨走跨度，当然在播放那边，在播放的这个分页里面，嗯，播放比例，播放失败时这个吗？下面在下面，在下面播放、哦、循环播放一遍，单一哦，哦，单一，确定。可是旁边那个对影片随机播放，打我，有了，这样，直接拉到最后一秒，看他会不会循环。有，这只有一秒钟而已。打我。难听哦。那你能接受我还是接受他、啊？那你能接受我还是接受他、啊？那你能接受我还是接受他、啊？看屁呀、啊！玩游戏呀！看屁呀、啊！看。啊，这里可以啊！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可以啊！哦，不用吹笛。下面一位有没有很机检呢？哇，直接十一号营地吧。好，他还在更深呢。哦，还下面酸池。哦哦哦，来了，跳下就遇到了哦。我叫叫声了。嘟嘟嘟嘟嘟，噔噔噔噔。哇，真的怕、啊？不，没事。真的怕、啊。刚不是还有科技线呢？哎、欸，干嘛？可恶，已经 reload 上去的不能被替代掉。啊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先换巴掌。吧，起飞。
啊，这翅膀上。啊，抱歉。哇哦！有没有抓到江江？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你刚刚你被他拍走。对啊。那不是说我的这一招会把人家打晕吗？哦！哈哈哈！看到了，飞了。I'm all right, I'm all right. 打麻吧。累。现在打麻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。再一颗了。哎，可以撞了。好啊，那先撞，先撞。哦，差点。高级差，来，还有什么？我还有，哦，我打的，应该直接生气了吧？没有啊，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啊，生气了！我来骂他了，他先走了。这是高速动物。本来打算去附近的章鱼烧，为什么你们也突然想吃章鱼烧？我害的吗？大烤鸭器。哦，怎么了？被那个绿，没有，我刚以为这是外星户，后到底是户还是后啊？后后后，哈，很挤，会在哪睡觉啊？好奇，他要飞过来吗？这只不会飞啊，这是原地起跳。来了，麻痹的吗？还没有，来消退了。被骗了。有了。哈哈哈，都好笑啊！我好怕，累了，可以撞。卡。干嘛？
我被挑起来了，吓死我了！喂，我要劈下去的那一瞬间被你挑起来，我吗？姐，我今天才看到同样的影片，是我吗？对啊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哦，你是说你要劈下来，然后往上飘，是不是？对。哎、欸，我好像。没事啊，没事。不是，我想看那一幕，我怎么没看到？我想说刚好劈到他下巴。靠腰，哎，我不起来，我在酸水池里。我被强迫起来了。还想躺？哦，还快挂了，我看他护的好。哎、欸，他去睡哪里啊？哎、欸，让他睡吗？我想看诶、欸。对啊。没看过。没有，射出去才想说，好像真的没看过，才想看看。他会不会再走回来？应该是不会。哎、欸，他直接去石头房间了、啊。他停下来了。哎、欸，他睡在那边呢、欸。爆桶准备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他落石砸下来不会被截死，砸不到，不会不会，他血还剩超多，嗯，超多就是水，双、哦、四次的，14%，还有龙形吗？感觉熟速趴，他的左边，他的左边吗？这一面墙可能可以，可以啊，就试试看啊。爆桶放那边啊，撞不到至少还可以爆到。好，好，转来。啊！你走在那边，拍三下。你怎么上？我上错边了，我上错边了。我来了。撞！来！我想说要撞好，结果上一个位置很快。我抓上去那一瞬间才想到，他起来的时候头不会在那一边。死去！劈！哦呦！啊！你要用落石是不是？我想说他会不会来我这边？我想说他已经快死了，怎么打死他？我想说，看你是会是你们先打死他，还是他来我这边落石，我把他落死。宝玉，连两颗吗？连三颗、啊。哇，就我没有，那小。我宝玉而已、啊。就我什么都没有。我干嘛？干嘛？你为什么要？难道回家去？妈的！回家了，我在按快捷键哦。我记得好像前几天玩魔物也有发生很好笑的事情，我都想不起来。然后要记录，好像都没记录到。哇、wow, ，都是封印的宝珠哎、欸！错啊，我只有一颗封印。黄金珠，滑手打的，龙豪解放，酱珠，装毒珠二，毒珠一。封印宝珠给我，封印宝珠给我一颗酱珠。强化技能没拿货。OK 的，我去看一下有没有调查。很脆哦。到底
菜爆饼。压个票吧。生物学者哎、欸。猫的生命学者来了。好，可以。啊，多一只金狮子。我也吃到生物学者。还有什么营销包嘞？嘻嘻。路亚，开走！路亚，开走！路亚，开走！啊！啊！不要再唱了！啊！不要再唱了！吃完了。哦哦哦哦哦！哎哎。咪咪啊，你醒了？哪里啊？一号营地。我下面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，再回来。没有，哈基的比较多、哦，哈基的比团团还要多、哦。啊，没石头，北七软泥头。哎，送到。扒下去。你喜欢落石？太大。哎！哇哦！不是六三，我看到六三而已吗？我也看到六三哎，二三三三三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落石没伤害吗？没那么粗一根，然后伤害就那样。那伤很低啊。那可以再低一点啊，对不对？二三三三三三三三，是不是硬了？帮你。
哎、欸，呆子再勾一下啊，没毒。七成，打针。没事，他快走了。被你断了，抱歉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刚刚手在松开的瞬间就在想了，我唔掉哦，有人在我旁边哦。我刚要大回旋剑切了，直接被敲下去，没了。没溜。不能。不会溜啊！我去挖尾巴。不给我扒。哇，他这样从南走到北。可是他会睡别的地方。不错的，搬走。好多痕迹啊！殊不知你要大回旋我的大锤锤。对啊，我没想到，我不知道剑切他，是要剑切你。他不动了。啊，不是，是要回去睡抱歉。我以为他在那边睡嘞。对。我就走过去了，没想到他。他刚迷路了，他说我家在哪里？我家嘞，这边怎么那么高？他在等 Uber 啦。是这样吗？等到一半了，我们又出现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又走了。不确定你在这个方向对吗？他直接跳下去不就好了？可是他没有漏球，他漏球会痛。他扎马斯，他就说他要走球。哎、欸，怎么在那边打了？突然看到手上有颗核桃，就打了。哎、欸，他这次很快。啊，哎、欸，很可爱，回来，可以撞，哎、欸，不行，八千，弄了去。三百八，他死了，一百，从十号营地追他，哎、欸，不用哎、欸，他累了，打他，真的快死了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让我撞他？操嘞！等我发射两颗才发到你，你想去发他？
叮。怎么这声？他的大宝鱼怎么声音这么不明显？无穷的新生壳。烂宝鱼。妈、欸，锤子真难挑飞、欸。所以挑飞到队友真的是刚好塞到，很准。三颗，哎呦，三颗颗，快刺解放，飞燕解放，龙皇将军，太宠家。哦，解放类都差不多那么多啊。雨安安，感谢雨的二十颗星星。都拿到的了，真好。啊？我拿到是没拿过的。真好。7-11。真好。你现在升的升很慢。啊？没有认真打吧？应该去打这个啊。你刷素材，刷这个。大树的约德尔，大小心，这个不止大小心，他这期也给很多吧，一次狩猎五头，哎、欸，因为五头，所以对啊，你应该可以升个两等吧。哇，一场大概快40分钟，但可以升很多经验。我先看一下活动好了，活动。终于拿到带痛级的了，哦，痛级什么？痛级治愈，可以啊，有就有好，不错了。接下来打哪一个？狂笑我还没有这种比较好的。我刚才拿到，哎不对，金火玉啊，还有一个金。我金火五的奖励有四个，好，不然再加金火吧。三个金，而且是五个字的奖励。再来打金火的耶，我四个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。お疲れさん。接了金火哦哦哦，咪咪。声音这么破了。对啊，他打喝钱的声音。哦，我以为他是叫声，叫不出来，干嘛？我在卡他。先背八嘛。嗯，猫的探索好天气，大型蜥蜴。就可以直接飞那个啦，16，因为你要捡力战的主机啊。除非你不想捡。我不想捡。好，我想捡。这个不是我们捕食该做的事。我们只要在营地泡茶等你们回来。哇！准备好猫饭等你们。啊，
还有猫车，然后把全我的武器怎么变成一本书？那就不敢。罗德的断剑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我去换一个素材回来。他的断剑尾是斩龙还是流斩？斩龙啊，而且好像是普通的吧？对，普通的。灼热的断剑尾，大鬼之宝，雷属性哇！拿着把富贵型的，现在攻击很高。来来来来，他要断剑尾啊！我要去把彗星升一级，错过两小时啦！哦，咪咪，的乐谱，哎呦，的乐谱，传统，你怎么来一次就不来了呢？传统，你怎么来一次就不来了呢？传统。坏掉了，坏掉了，坏掉了。你们知道刚刚的尖叫声是哈基的尖叫声吗？超像团团的。刚门是开的、啊，刚门。刚门是开的、啊，刚门。刚门是开的、啊。进来，进来，乖，对。我被抢劫的。笑成这样。哈基讲肛门啊。没有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我那时候我还偷开他那个麦块的门，他说肛门是开的、啊，我说肛门。丢包了，我知道。而且他过来，我去捡个石头。越来越像彼此了，哎呦！卡布鲁西卡纳，黑红孔哥，什么都有金火迷你，金火迷你啊！是迷你型的。啊，不如去卡斯。到了，请问小黄跟小绿还会很久吗？哦，快打了，糟糕了。那下一场吧。嗯，什么东西？我想尿尿。进去啊，还没打啊。哦，好。小黄说：“那不用，没差没差，你过来，我吹一吹哦。我吹一吹再去尿尿。”你们开装吧。等一下啦。有人要去上厕所。没关系啊。好了。他吹完我们就进。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先撞哦。哦，就是那个位置啊。江江，你要撞吗？没，我没石头了。哦。我有刚才你有捡。我把它装起来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阿胡子要去尿尿。嗨嗨。啊？谁？我？哎呀。对啊。想啊。
可是想到可能尿一尿出了命就回来了，人怎么就这样突然不见了？人本来好端端的，怎么变这样子？对，好端端的差点死。这时候可能甩了两下就发现你死了，你怎么被我甩死了？你怎么？干嘛？你怎么？我靠！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、欸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有时候会陷入这种很奇怪的循环。有时候玩到后面真的会我们在扛他小的。我好软的尾巴。我再软了。刚刚一个陷入一个无限的 loop，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现在是你玩 combo 吗？应该是吧。都软了，睡着了。我来。好，你来。感谢你的熟头。粘着石。没了。哎呀，放火！我的回旋斩又没了。消失了。尾巴是不是硬了？对。哦。他飞回去，回家，太外。这边已经离家里有点远了。一走出门就是好远，好远呐、啊！这个距离就要叫普遍塔了、欸。啊，走，走。哇，好了。背在羊啊！我靠！哎，他在四九。我没被那个火炸死，也会被那个落死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不子弹了，还是快不是快挂了？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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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抓，可以抓，可以抓，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。我来了，你们住手！我要丢个什么陷阱，断不了尾。哎，为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看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放不了陷阱。因为我放吧，腰不好。没有，我也放下去了。刚才腰不好，腰。我想说奇怪，我一直按放下去啊，怎么回事？小金金火龙，这把明明跟一般的太刀一样长，可是它做成制刀的样子，感觉就特别长，就跟那十四镐一样，是一个视觉差的概念，跟十四一样长。全部都是刻意，哇！
怪吃酱。啊，那么白不是酱哦。被。被啥啦？贝德迪克。拿了猪贝。哎、欸，贝德迪克。Stito。对。Stito。还没更新小金，垃圾。垃圾。垃圾。探险队归来，没看看给我什么东西、啊？看看给什么呢？回来了，怕啥？继续接啊！继续接啊！哦，好，接。圣母安。各种刷。嗯，刷。没有啊，骗我。啊，我正在接啊，我刚回来。哦。看，你误会他了。我刚才去用探险队。看，他去用探险队。看，你有没有跟我讲？我有讲、啊。我其实也不知道。我刚去尿尿呢。哦，那就那就不对。到底讲什么东西啊？嘿嘿。嗨。哎，给我玉狼龙，终于。三斤两。火龙的尾巴好难断哦，它是不是全身都很铁啊？它没有比萤火铁吧？可是萤火的尾巴超好断哎、欸。铁火龙，铁尾。我光疯狂砍砍不断哎、欸，萤火至少疯狂砍还砍得断。哦，吃个老板。带重机猪看看他。哎、欸，我想到了，啊、哦、不行，我想不到。我想说拿大剑试试看，啊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样拿大剑你们就会中毒了。不要怕，怕死！你刚被毁，毁人去毁自家。中毒了，我们再来说嘛，之后的事情之后再想。他直接穿着不动衣，硬吃了两下。更变装备，你说到、哦。信我一把。去厕所一下好了。他不相信我，他跑走了。好了、啊，你看你，信用破产，信用破产之术。猎虫就好了，金火怕雷嘛。对。切割虫。哎、欸，我都准备在斩裂弹了，完
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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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切，一起切。好好切切。我三等重蜘蛛。好。来，带他们去看，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听哦。沙小，沙小，沙小，沙小。昨天跟今天暴增欸，暴增什么？都是境外一路的，所以好像确诊。台湾有一个是高中生，啊，境外一路台湾的。境外一路至少不是本土感染的，所以感觉还好。哦，就是从外面回来隔离发现，就是去玩回来中奖的。哦，抽一班长都没抽这么准，抽这个都是。怎么剪这一段出来啊？干嘛？不知道他在叫什么？啊！这里要放火，这也可以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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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又抓剪定了！又又抓剪定了！你来交配。你来交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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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交配。还有谁的哈？对不起，是我。啊，他还没回来啊！哦，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打我！打我！打我！他脑子好快啊！他脑子好快啊！我！你是不是神棍？开了2小时55分了，我这边看得到的留言只有6个。根本没人打字啊、哦！真的假的？我以为有打字，结果留根本没有留言。没有啦。还是根本就已经断掉了，刚刚在播歌，因为上次播歌播到就是聊天室显示是零人，然后才发现说是那时候播一个原本是免费的歌，之后变成版权，有够靠北的。是他去申请版权哦，那个。对啊。因为那时候我这个那首歌是鱼干那个 GTA 的歌，我想说奇怪，他怎么那个 GTA 的精华突然不见了。然后就想说是不是版权攻击，然后后来那一天播一下，发现不符合盈利资格什么之类的。What the fuck？ What the fuck？ 我吓死人哦！为什么会跳出声音来？那我来打一下字好了，有啦有啦。刚刚是我看总留言有103个、欸，对啊，我只看到6个。其实是不是洗手还是什么？那不是是洗手洗很久。干，早知道玩蒸汽机了，来去玩蒸汽机。啊，我回来怎么了吗？靠背，怎么了吗？啊，我有说我去厕所啊。
吼吼！哇，这个真的是很腻耶。好，好，好 key 啊！三一停，现在还有在吗？啊，你说防弹机哦？对啊。哦、oh, ，Nokia 啊，我骗 Toki 啊，要被丢包了，丢包的人，丢你包之术，啊啊啊啊啊啊！我去捡个石头，我是不是看到孔哥了？对，他在吃翼龙。赶快，赶快玩一玩，赶快跑！啊，不要！完了，他看到江江了。我的看到我了。是。你从他前面大喇喇走过去，都不想看到都不行。你觉得他真的没有不会看到他？到了，谁撞？你们撞？我没有不动。我来。我的天！看。落石。啊！我在这，他来找我。
定了。不知道。哦。他是被麻下来的，对啊，我以为他是被敲下来的。好感动哦！好哟，那个八还是被他转到了。我是希望那个太刀避不到，很难追欸，一直跑。七了，不用怕了。好，我来挖五八了。太壮了！哎，这边我打，啊，这边我不打。拼着被两次转身的撞下去，我的转身一瞬间就消失。
可以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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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抓。再不抓就要死了，再不抓就要死了。啊，没有人丢啊！直接放，直接放。我看，我看在那丢那个。还好嘞。嘞我帮你们拍手。哦，这个没人抓。啊！哦，怎么会有傻子站一排在那边让我喷啊？哦，秘籍吧。加一个吃火天。哦，这个颜色是。哦，超轻回避耶，不错。耐冲回避，猫死僵住，耐震停力，逆上停力。天理哦。超轻，哎，我也超轻回避了。小白啊。飞燕。啊哈哈。嚣张。还是比较想要超新体力，比较想要提速。我想要休困。差不多啦。差不多啦。啦。啦。节目多，问题就一个出什么一个报告而已。有啦，他给我一个萤火龙，还有一个红点，为什么？刚才都没有跳。快有电。准备看首播，八八八，八八八，八八。好啦，这边讲一下哦。本来是那个啦，说那个除了轻松生存以外的都不首播嘛。可是后面就是有人反映说，之后可以都用首播的方式嘛，这样子。我想啊、哦，好吧，如果我还醒着、还活着、还有力气的话，我就都设首播嘛。反正要看就是你们看。那其余就是看状况，有人霸屏，霸屏是什么？什么叫霸屏？嘿，然后就想说，好啦，那就没查，就是播着。YT 已经有人在那边打字了吗？问一下哦。欸，我去看一下哦。洗版哦，啊，去解决一下，解决，我去处理一下。谁那么不乖啊？我看一下哦，怎么又是他啦？哎、欸、干！我看一下、哦，怎么每次都是你在那边洗版啊？哼你乖乖冷静一下哈。冷静的静我怎么打不出来，冷静。昨天同一个人啊，是啊，王静怡耶，王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哦，王英娟啊，对不起，静怡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如果聊天室有位静怡的话，我跟你道歉啊。有静怡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聊天室有雨婷啊。
这每次都说，那时候等雨停。哦，你在叫我吗？今天这集本来想说我就不剪了，我自己的画面就很少很无聊，可是就随便剪一剪，剪一剪发现说哦，怎么随便剪一剪还有15分钟，好就好吧，那就吐出来了。反正不然今天其实想说没有影片剪就休息，随便剪个小短剧之类的。可是勒，我发现只要我每次剪小短剧嘛，小剧场啊，然后就收视很惨嘛，收视很惨，然后后台就是会觉得我就是没什么要看这部影片。就比如说你都会有一些好的业绩嘛，对不对？那小短剧就是不好的业绩。如果你每次出小短剧的话，虽然每天都有影片，可是有小短剧后，你的那个业绩就会就算是不好的业绩这样子，业绩比较差，然后它会平均到你后台的数据。然后就是会变得收益会变少。像我想一下哦，昨天的那个什么那个，昨天玩什么哦？方块无双对不对？那方块无双的那个观看就是比那个什么，比轻松生存少一倍，然后就是业绩就变差了。那再来就是我的那个每次小短剧，像之前魔物的小短剧，就反正只是个好笑片段而已，反正不跟游戏无关，反正就很好笑。可是就是很多人也看不懂或不愿意点进，就不想看。什么晕跟直的问题？看来你们画猜没事，不是你们的画猜是要等一个礼拜后，所以时候差不多了。等下次我没有影片剪的时候，画猜就是下一个下手的目标了。我的标题应该就打说，你跟我讲说这是羊这样子。懂吗？那个贝蒂啊，注意一点啊。你跟我说这是羊。哎呀，先出出看嘛，如果反应不错的话，我再出第二集啊，再跟你们继续玩嘛，把你们卖一卖啊，这样子如何？好，我们就这样说定了。我拜托，我跟你讲，我出了那一集之后，你们一定会疯狂抢来看，好不好？你们一定会一直狂看，看你们的黑历史什么的。好了。我居然静音白痴哦！妈，你们都把是嘴巴说不要，那但很期待自己被剪精精华有没有？你们都是这种的，跟你讲，我当时也是，就是，那时候跟蔡渣一起玩的时候，就会有那种期待说会被剪进影片那种感觉。他就只是怕吵到人家讲话，就不想插嘴进去或是怎样，就默默没有讲话。没有，就说你们要被公审哦，跟我玩就是要有被公审的决心。况且是你们是那个。会画画的干爹，懂吗？就是我会画画，然后干爹又是不会画画那种，不是不会画画，就是画得很好笑的那种，然后被拿出来公审，那种最好玩。我靠腰，吓到我了，离开。
欸，王英娟，我警告你哦，你在管他没？刚才再洗屏，我就要你再冷静哦。我前面在干嘛？然后敲掉有没有？我的工作台，我的我的我的，那个巨大方方很孤单。哇，这边直接卡点了，是不是直接要逆袭了，方方？哇，我对不起，我爱的还是范范。哎、欸，我这边真的超幸运的哎、欸，是啊，哎，刚好卡到哎、欸，这是意外，这真的是意外，我真的是意外卡到远古守卫，超好笑的。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，嗨巧克力。今天我们三个人要来挑战30分钟生存。嗨嗨，嗨，我是繁星。嗨，我是波波。繁星，波波，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要挑战的，顾名思义，好不好？就是30分钟内会结束我们的生存。那这个生存呢，有一个目标。你看我们三个人，你们还记得我们都败在什么身上吗？就是那个嘛，很丑的鱼嘛，后面的那个病毒嘛，海遗迹。对， oh, 我们今天我们三个人好不好？要来挑战，我忘记擦药啊，白痴哦。30分钟内打倒，难怪深海巨大胖胖。难怪想说忘记什么。远古深海守卫哦，我们要打倒他，一个人只要打倒一只就好。好 ，OK， 我们等一下会来命名，把那三只各自命名我们的，然后去击倒他。对，你只要打，你要打自己的，你打别人的话，就等于是帮别人喽。好，对，那物资什么的也都要自己收集，收集，然后我们彼此不能互打。嗯，好，但你要偷东西可以。偷东西。对，但我们这边有射床，就是你有重生点，那你也有自己的中介箱可以放东西。对，但是就不能互打，只能偷东西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一点特别的，就是每10分钟我们会直接被 kill。直接爆炸？没有，没有爆炸。之前是爆炸，但是呢，为了避免大家利用自杀式攻击把远古胖胖给打死，是直接被 kill， 而且会喷装。嗯，哦，对，所以每十分钟会 kill 一次哦，被 kill 三次就等于是结束了。OK， 结束了。OK， 对，那我们现在呢都是创造模式嘛，先各自拿自己的命名牌。我的36D，我走到好吧，自己来去寻找自己的胖胖。你也可以切成旁观者模式，比较方便。哦，对。那我这边啊，先让这些都发光，好吧，就比较好，容易找到了。哎呦，先抢先赢哦，先抢先赢哦。哇，我命到了，我命到了。哎、我在这治疗，我已经找到了。哇，这个感觉很简单啊。哇，等一下，我变成切磋模式啦，我差点死掉喽。F3 加 N 可以快速切那个创造跟闯关。我找到我的了。命上去了吗？我还没，等一下你们在哪里？哪个是？要不要再发光一次？这个胖胖，哎、欸，到底有没有命到啊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啊，你看得到啊，你看得到啊，所以靠近就看得到啊，靠近就可以看到啦、啊。这个是有人的吗？我看看你。哪个？这是我的。波波啊，这波波啊。哦，要这么近哦！我的天，这要靠近，这是波波的。你刚去哪一只？我靠！我该不是要最顶这个吧？欸、最顶的是我，最顶的是我。啊，我的嘞，我的胖胖迷路了，胖胖。最顶的是我，我觉得最顶的很简单啊。哎、欸，我的胖胖不见了、啊，不好意思。你还在看？我们可以帮我找一下。帮你再发光一次，我们可以先来偷看一下路。我已经看好了，左边的，我刚找到了。你看他们都看好了，就还没看好。我这样子是不是不好啊？我怎么又找到 Bobo 的啦？帮我听听。如果挖不掉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。但我讲挖掉一格就可以了，一定可以。都找好了吗？都找好了。等一下，我的路线呐、啊。没有。好，回来。专家回来了，好，那我们都弄好了，大家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就把时间归零，然后呢，为求公平，都再死一次，并且呢，我们都给永久夜市哦。好啊，那就让我们厮打到，
啊，真正是人中生存，这里是个岛，好就这些木头。谢谢谢谢谢小黑，谢谢小黑，谢谢小黑，谢小黑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哎、欸，我们这样都吸不到，吸不到。不要互相攻击呀、啊！你先，反正十几次都没关系，重点就是谁先打死自己的胖胖而已。好。对。所以我已经决定要各种赌命战法了。赌命战法。我觉得说不定很快就结束了，我跟你讲。说三次就没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是30分钟，就是 kill 三次啦 ，kill 三次。的意思哦、oh. 啊，那你要牺牲几条命都没关系哦。Oh. 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误会误会误会。哎、欸欸，我们附近没有牛牛吗？还想吃、啊、还想喝奶呀、啊？没有，他想喝奶、啊，他想喝奶，还没断奶呀、啊、你？妈妈，我要喝奶奶，我要喝大奶奶。啊？如果有铁就好了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哎、欸，我出门啦、啊。诅咒他，诅咒他，我把他门挖掉。我应该做个门，我完蛋了，我发气了，我这条命感觉要发气了。我想说你要发气，完了完了啊！怎么了？诅咒了，他诅咒了，他诅咒了，要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我就死啊，我就死啊，死比较快啊，我气死了。啊、对你好一点啊，工作台这啦。哇，我还抢走别人的工作台，你不来抢走吧？怎么？然后敲掉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没追准！我的工作台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都你的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看你这人怎么？我要玩我的。哎、欸，木头资源有限呐、啊。我把木头砍光，打木头我把木头资源砍光，跟你讲。啊，不可以。哎、欸，别这样，冷静。这个是不要冷静，是这个邪恶。你要用什么东西跟我换木头啊？我拉你掉、啊。我要我，我要垄断木头市场。我用我自己，我用我自己可以换。快被我砍光喽！垄断木头市场这种东西、欸，快被我砍光喽、啊！哇，要经过一半了啦，是不是小？其实木头也不用到太多啦。因为你说会喷装啊，而且是木头又少、啊，你是不是想骗人家，然后自己偷挖呀？欸、怎么可能？我找到好东西了。你找到什么？铁。哇塞！虽然只有两个铁，没关系，他会死，然后我去捡啊。对，我捡他的尸体，我们捡就好了。水了，外面流水了。行云流水。流水了。不不，你要铁，你还得烧啊。对啊，我上面其实是蛮适合放熔炉的。对，你要相信我们，你要对我们有信心。哇，我这个建议我会先想一下。不用想啊，我们之间居然你还要思考，没有，太伤我的心了。反正我这一条命就是目标只有一个，我的胖胖呢？哇、欸！我真的讲，我的胖胖超会游的。我每次进来这边都找不到他在哪里，他每次都在那边乱游。太快了吧！没有，你看到第一次是在这边。可是我第一次其实那时间是可以挖的，所以对。那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在这边应该在下一个要去游那个旁边，我没有挡到。没错，第三个巧克力会更好。哦不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我在底底啊，我在。哈，哇，等一下，白金找到他的胖胖了。哇哈哈啊！找到了。接下来就是我的回合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可以帮你补方块。哎、欸，对耶，可以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大家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。你带我去。别这样，别这样。门口最近那个门口最近、那個。我知道，看他的洞在哪里，看他洞在哪里。别这样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打了。对不起，我吵。你堵我，我也会堵你。别这样。我没有要挖的啊。我整个堵住，我整个堵住，这样太坏了。不要！我堵到了，我堵到了。阿布，我成功了。阿布，我成功了！阿布，我，
功了。这个太难了，这个不行。啊，要我轻功啊！不不。繁星，你的在哪里？我要把你们堵爆。我就没有可以堵的。倒数一百，然后在里面又迷路了，真找不到。哦，还好，我现在远离战场。我的波在哪里啊？那个啊。哎、欸，我找不到我的了啦！哎、欸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！然后这边被巧克力快堵起来了。有我有我有、欸！没关系，你也只有游这一次了。我的木头很多你，你楼上是海绵榜，然后这边又是死路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只能游这一次。我赶快去存我的东西。其实好像可以哦。然后你看这边全部堵住了，没了。游哪里？游泳模式不行，这边还要再叠一个。话说，其实盾牌真的是可以挡那个、哦、深海守卫的伤害哦，不会那么的痛。我们之前都不、嗯、都不知道啊、哦。对啊，我是真的也不知道啦。之前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对，下面三怪喽。对，哇，好多、哦，很多哦，小心哦，小心啊、哦。小心啊、喔！我干掉了，你干掉了，没错。哎，太快了吧！哇，现在换你们两个喽。繁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哎呦，繁星现在也找到了。哇，繁星，我只有稿子哦，是我剩铁稿。但是繁星这边有一个很巨大的优势，就是没有什么保护。好好哦，他没有保镖，那个巨大方法很孤单。哇，这边直接卡点了。是不是直接要逆袭了，波波？哇！波波，对不起，我爱的还是凡凡。真的哇！他跑了，哎、欸，死了！哎、欸，刚好卡到、欸，哎，这是意外。两个门直接卡住他。好啊、哦！没有，这真的是意外啊！繁星，你看，你还看那个波波的？我准备这么多。接凡凡来看，是嘉恩。加油！爸爸加油！哎，真的为你加油哎！你好辛苦，怎么在开 party 啊？真是开趴哎！真波波很可惜，他真的只差一刀哎！我只有十稿啊，还需要几个你？我不知道，感觉他快死了，我刚打到他很多下。好，你好了说，帮你 TP 过来。我只有九刀，看一下有没有血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我刚刚的胖胖是在一个小空间里面，嗯啊、他刚打一打打、哦、打跑位置了。波波好了吗？还没。好好、哦，就是羡慕。没有，刚卡位真的是意外。你们看，你那个门真的是深海守卫全部不见了。到底在干嘛？啊，我能这么久？因为估计没玩家。上来的，你好厉害哦。对啊，从下往上，他超聪明的，因为他这里就完全不会被那个牵线。嗯。在干嘛？不好了吗？要来面对你的命运了吗？行啊，来吧，波波。哎、欸、哎，一下，你不是好，你不是好了，两下死了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小鱼等了，哎、欸、其实小鱼都不见了、欸，部位都不见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你看你就只差两三下而已，你差两刀哎、欸哦。对，好可惜啊，波波。哦，我到底在干嘛？我弄了这么久，这么多资源，然后我还反差。没事，波波。哎、欸，巧克力，你要感谢我那个啊，我那个盾牌啊。哎呦呦呦，波波你最棒！因为你为我的感谢的方式有没有就是帮助凡凡啊？原来我才是第三者，不对。你现在才发现。波波，你干嘛到那么旁边？因为你们两个才是相爱的，我才是第三者，我才是那个。不要不要这么难过嘛！我啊，我有一个铁，我铁捏捏，还有盾牌，我铁剑。不要那么难过嘛，波波，这一次有我跟繁星一二名，波波。臭鱼啊，好多。你就来接受远古胖胖的复仇吧！对，
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啦，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一次的30分钟生存如何呢？如果大家也有什么30分钟的想法想要我们做的，也可以留言在下方让我们知道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啦，喜欢的话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留言，并且订阅我们，咱们下回再会啦，大家拜拜拜拜拜拜。哎呦，他怎么叫上来了？我要死了，宝宝，我们最爱你，拜。看这个，这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该不会是免费送钻石的序号吧？免费送钻石。耳朵，哎，来哦，观众，输入右下右边这个，哦，有没有？又变了，又变了。你就有那个了。哎哦，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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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以三倍的速度在增加，三倍的速度在增加。哈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我们晚点再见啦，我们七点见咯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晚安，赶快去吃饭，休息吃饭的，大家拜拜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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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晚安好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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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记得点赞哦，可以去看看这个哦。好啦，大家拜拜。